一个时代的落幕，微博 GBBLG 速通虐杀，人川人、巴黎人、皇族全部倒下，各大解说被打成表情包，这就是世界前五越南的威力。败了，镜头给过来，大伙表情都不太对，觉得今天的比赛会不会有点太快了？左边侠是必搬的呀，如果左边不搬侠，说明太装了。侠机器人给你办了，侠给你办了，侠又没了 ，OK， 又没有。上有没有后勤了？金克斯垂血没有？不是，为什么沈辉上 T 啊？侠是必搬的，让你玩金克斯，金克斯没战斗力，维鲁斯吧，维鲁斯加泰坦，我求你啦！哎，真玩维鲁斯加泰坦，怎么多就真牺牲一下？感觉拿了两把后期，感觉作用不是很大呀。先拿泰坦，对了，我求你啦！真听一下 K 教练的呀？我觉得真的觉得这个 BP。四楼正常来说要选 ADC 的阿尼还可摇摆，他们直接亮了个中单阿尼，这样子别人知道是中单阿尼了，那左边中单选的就很舒服啊。这什么 BP 啊，微博微博这个到底在选什么七八东西呢？我的北极右边，哎呦，八个零的小法师来了，一把没输过的小法师，八杠零的小法师，哇，微博这 BP 我真看不懂啊，怎么老是让 Light 四五楼选，然后 Light 选不到什么好的 ADC？ 不是，今天最稳定的还是 Light 啊。对，最稳定的是 Light 啊。对啊。然后为什么一定要四楼亮个泰坦？对面那个效率已经出了，就不能选 ADC 吗？啊，维鲁斯来了，不留遗憾了。这英雄确实 Light 玩得好，这英雄确实 Light 招牌。对了，这尤尔真得听听教练的呀，咱们的场外助教也不是白当的呀。我早选开。泰坦加维鲁斯早赢了，哇操，破鬼了，这个破鬼了，完了，灰肉去了中期，直接他妈的框住，你要记对，右边输出零，对，破克维鲁斯加阿尼，打野是破败王上的回伤提，右左边双 C 伤先非常高，哎，真的是因为他被来了 BP， 有提升有帮助吗？还是说，不在两边 BP 对比一下就差很多呀，兄弟们，这把维鲁斯必须出盾攻啊。必须出攻速流盾攻的，对他不可能出破克流的呀。你要记着，这种前期不崩，感觉拿下了呀。现在都不用想，微博记得不用想。哎，我后期 C 不了 ，C 不了。你前期把把被虐，你还合着后期呢？现在就想着怎么把游戏玩明白，怎么能度过到后期？前期优势慢慢度过到后期。那 BP 是真没烂吗？仔细一看的话，好像微博记这个阵容武装。五张脸都没什么配合的，微博记这五张脸被一个小法师克完了呀。好，进野区被 Alec 发现，闪现一勾换闪现非常漂亮，已经开始变阵了。微博记他们还是有决心想拿下这个 BO5 的，已经开始变阵了，是一个好消息。上路这个对线有点哇，上路程璐这压力好大。打凯南前面是这样的，前期确实是要被压抑的呢，这个谁来都一样。这么难受，那我问题来了，为什么不先选侠后选三大呢？三楼选回伤提有什么用啊？这个，所以说微博记这个回伤提抢的是没道理的。哎、有套路又来了啊！他们要杀只能杀锤石啊，感觉杀锤石也行啊。哎，这没勾到吗？哦、哎，还行啊。勾住，顾小兵还能硬杀吗？闪现阴根很生气玩的，阴根有好生气玩的。双松这勾离谱了呀，感觉都不用交的。今天勾怎么这么软啊？怎么感觉连续三把的钩子英雄真有点偏软啊，已经勾的自己没手感了，真的是勾的没手感没自信了，感觉勾成小母鸡了，有点这都走到嘴巴里面喂没勾到。哎，我太懂他这种勾不到人的感觉了呀，因为老是经常勾不到。但这把前期至少还可以吧，通过辩证啊，前期没那么难受了。小法来了呀，下一个、啊、下一个有闪，心态崩了，已经死了吗？这个位置电，心态崩了，我操，小法 Q 闪加点燃吧，这个是点燃吧，点换了点燃、啊、哎呦，压到了小法师、哦、我真有理解啊， Q 闪 R 玩连招的、哎、他这个真的好帅啊，牛逼，我操，小法打你的胜率是100%，四胜零负，标记的教练还严重，还看过，对，还看过。对面如果是阿尼的话，我们要玩小法。哇，所以我说他被教练这个人的 BP 真的很牛逼的。4-0应该全是压靠玩的。
勾到反手上点燃，红白刀往前勾，红白刀往前走，哎呦，红白 Q 好了，出车加速，德罗再捡回来，但小虎跟卡萨来了，这波减速到艾奥克，一勾勾到保护住了艾奥克。这勾帅，这勾真的帅。四个人打两个，被打了个一换一，羊之血，龙流西亏。刘秋今天是什么状态啊？刘秋冬，这是亚非最强期啊，就是刚换白刀这一波，银燕换白刀，这波是十几个轮子的，连翻了十个飞轮的。对呀、啊，用了这么多飞轮还上吗 ？Elk 脸都笑歪了。这个好像对面是跟地图没关系，对面上来速。这里过来，刘青松刚说完下路的失误，看来对他心里还是有点压力的。过来，迷路又送了一个。哎，刘松怎么又死了？哦呦，难道说第一个3-0真要出来了？怎么感觉松松在睡觉啊？三方今天没睡醒啊，好迷茫啊！今天的微博打的。问题来了，为什么不选霞洛？别问了，真不知道呀。掰开受不了了，掰的可以，热身给没中，热、还好卡萨在附近。过来 K 个头，舒服，还可以的。这个刀刀下一个找机会找得很好啊，看起来靠下一个吧，下一个跟卡萨吧。勾六级的泰坦走路随便走，勾勾住 Elk 了 ，Elk 还没闪呢。要进化，随时都落往后拉，再见一顿输，给他开始。带的 ABC， 但是 BIN 来了，闪电一波，闪现勾，被勾到了，但是都反打，他闪过去，他闪过去送了这个泰坦，松松闪现 A， 感觉没什么必要啊。他要是不死，这波微博是赚的。有人想灭你的，他想我了吗？他想你，刘叔是不是想我了？说实话，松松今天这三把表现。真的很差，状态这么低迷吗？微博器这操作上面都有很多失误啊！哎，卡莎死了，我死透了，死透了，那死了呀！没了没了没了，3-0了。右边这阵容必输，赢不了。我说实话，今天微博那个伊金温这个 BP 做的真的很差，我从来没有说过以前微博的 BP， 这个你们知道的。我微博一个赛季都没有说过他的 BP， 他这个 BP 做的真的很差。闪开那个欧文，欧文是没闪，欧文要死了，还可以。小伙，小伙这把一直在找机会，这把微博双 C 真的在尽力。说实话，闭着眼做 BP， 我做的比这个人好，我眼睛都不用睁开，闭着眼做都比这个好。都在往这边靠了，奎上提没贴，是4-4，是3-4，微博机要记了。他怎么选的？怎么办？哎，别人就开始了，欧文开始送，训也开始，训开始送，兵队也开始。这个位置好像刘松要死了，刘松死了，然后卡萨也走了，小五也没闪，小五也倒了。我操，兵哥！对，要交了呀！这亚飞四个头，亚雷妈，我现在上去玩都输不了。智能兽技在干嘛？3-0，攻击臂力技。完了，奈特在疯狂摇头。失智了，微博机。奈特塔娃要给李宁记那边管理发信息了。微博这样玩不是结束了？7-3开了。是的，7-3开了。微博想打灯下黑，三个人偷偷摸进草，看有没有人来收线。在等有缘人，等到高高。其他人没露头啊。得看刘俊弄的高，得看刘俊弄的高，送过来的高应该没走位的高。对，应该能过啊。啊，这都没勾到。哎，我的 fuck！ 哇，刘青松，你给的脚！松松，你在干嘛？凯南 TP 了，凯南 TP 了，直接包过来。但凯南没大，红色方也交机。啊，标记不大好留人。撤退了，撤退了。啊，不是啊，高高都没想到自己没走位，居然没吃钩。现场粉丝都发出惊讶的声音。我的妈，小母鸡他妈，说实话，是不是你在玩啊？兄弟，我感觉真有我那味道了。我说实话，二亚雷妈是不是你在玩啊？确实有点没道理，这一波好吧？这一波是真没道理，兄弟。连导播都很惊讶。导播在干嘛？导播在干嘛？导播在干嘛？导播。导播什么意思啊？导播松松晕了，
右下角人已经麻了。哇，我靠，他直接导播给他，好恶心啊。对啊，导播放大呀，他肯定是故意的呀，这个。哇，导播下一个被单杀不给我们看是吧？刘青松过空给我看，我喜欢。龙有没有？你喜欢？我喜欢。哦，没事。OK， 你是？我喜欢。双黑。这大龙是被秒了，大龙已经没有了。别接了，热血大龙，他才过去，刚才被勾加小法的一技能要被秒了，卡死。这个位置右边没有惩戒，抢不了了，又被勾，刘子被勾了，刘子没闪现要倒了，刘子也死了，一杠五，一打野三杠四，辅助一杠五，加起来是四杠九。左边拿了十一个人头，右边爷夫送了九个人头。坏了，微博机有人失智了，怎么办啊？直接三比零了，这么强势标记。刘松输给老东家呀，他从 BAG 出来的呀。哦，对，要 BAG 就是，可是不要 ，ON 又赢了他。对，ON 是从微博出来的呀。对啊 ，ON 赢了微博，刘松输给 BAG。哇，这个很难受啊。结束了，兄弟们，已经结束了，微博机可以备战夏季赛了。他们又想抓兵哥，微博这个位置闪一下抓兵哥吗？哎，小虎闪现开，兵哥是死了，还得是那虎哥。对啊，小虎哥，我这把说实话，微博双 C 真的很想，真的很想赢，真的很想赢。我说实话，不敢往前去勾人了，刘青松已经。你看看我们看的多难受，场上的选手比我们还难受。这欧文就在嘴巴里面装呗，就在嘴巴里面装呗。弄他！不是老子把游戏不玩了，必须杀你。没事，有机会追，给我追，给我追，追，对，追一下，在追，别勾空了，追啊，快点！不要打了，杀了两个人就要打了，有机会，有机会，这波真有机会，凯南没有 DP 的，微博机一定要打这波，我的边技能反打了，刘帅，啊，刘帅这个大位置打倒大了两个人，赖子闪现过来还可以啊 ，Elk 还在输出 ，Elk 招闪现 ，Elk 这个 AOE 我操烟花，我操 ，Elk 还在输出 ，Elk 不会吧，三打五吗？刘青松。哇哇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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哇Elk， 天哪 ，Elk， 重生一次 ，LPL 前三亚飞，世界前五，我的天，帅，太帅了，一波了，哇，哎，哥们哪个，好恶心啊，哪个人在笑得这么开心啊，能笑出这种声音呢、啊？恭喜比利季，但是想问一句，真不选夏洛吗？恭喜比利季挺进下一轮，并且成功拿到复活甲，挺进四强，并且手拿复活甲，恭喜比利季今天一个半小时通关微博季，速通啊，真速通吧，速通比利季，直接速通拿下比利季。耶，欧文对着赛哥笑了，恭喜 BLG 闯入四强。RNG 微博 G 滔博三连走就挡落幕，这是新一辈人的天下了。多视角的激情解说，兄弟们喜欢这种剪辑方式，也请三连支持一波呀，关注我可日常收看哦。微博 G 跟 RNG 难兄难弟，要不还是换回来吧，要不再不行咱就要不真要不强化一下，要不两边都你瞧一下，我操 ，Elk， 这就是 L 正 AD 的魅力吧？打得非常臭，今天微博机打得非常烂，只能用烂到流西龙来形容。其实我觉得最关键还是上路内勾吧，就上路勾小法师内勾，内勾没有勾中，其实是把微博机五个人的心理防线已经勾没了。如果我在场上打内勾没勾中的话，我的心理压力会非常大。如果旁边坐的还是小母鸡的话，相信我，他的屎会被我喷出来。旁边坐的是小母鸡，你相信我，他的屁但凡没被我喷出来，你喷我。仁川人全倒了，还真是啊，从教练到仁川五人全倒了，巴黎人好像好像也差不多了，哎，也全走了，巴黎人也没了，巴黎人没事，还能在一逼哥直播间。巴黎人跟人上人全倒了。
好像真的卷倒了，兄弟们。还有，哦，对，冰刀人只有冰刀。嗯，说实话吧，春季战真不关键吧，主要是夏季战，夏季战打得好，那才是真的好。要拿 S 赛冠军的。要我说，打成这样，夏季赛我都不敢想。这年年夏季赛再见，这不能骗自己呀、啊，这不好好调整夏季赛，能不能打季后赛都是个问题啊。